Hello，大家好，我是老师。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即可追踪我的 IG、FB、Twitch、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好，那在今天呃五月四号那公告这个领取的技能介绍哈，那我们在前面有看到领取在手游当中里面的招式演武跟单机版当中的领取的招式，那其实在普通攻击方面，手游跟单机版其实差不多了。其实论在手游当中的表现，我觉得还算蛮不错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属性哦、喔，是光，然后是指御风。好、啊，天赋的部分呢是这个醉卧山河。那回合开始的时候呢，在五格内发现哦，紫、喔、双云枝二到三株哦，二到四株，也就是它旁边会出现的意思哦、喔。然后持续一个回合，在五格内发现哦、喔，然后持续一个回合，OK。 然后二到三格内存在这个紫双云芝的时候呢，务工暴击率提高八到十五趴。那行动结束的时候呢，我可以吃掉自身落位格子的美味哦、啊，美味的紫双云芝，并获得九困哦、啊，持续两回合，然后跟再行动。哇哦，他可以在行动哦，就吃掉自己未落。 落在他自己格子上面的紫装银子就可以获得这个 buff，然后这个 buff 可以持续两回合，然后额外再行动一次这样子，然后使用之后可以获得一个随机的有益状态哈。那酒困是伤害减三十八，然后免伤跟治疗加三十八。OK，那其实，在领取在单机版当中呢，它的闪避率是非常高，可是，在手游里面没有闪避率这种东西，我们看它怎么做强化哈。 OK，然后队友可以吃掉零之后可以获得这个争议。呃，我看一下哦，队友也可以吃。OK，那自己吃掉可以获得在行动跟喝醉的效果。OK，好，也、欸、蛮不错的。也就是说，他伤害减三十八嘛，可以让他去扛一些敌人。其实跟单机版那个闪避率很高，其实是差不多啦，因为手游里面它没有闪避率这种东西，但 有玩过单机版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领取的赏币率超级高，基本上很难倒到领取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技能部分哈。呃，技能被动技能是零，主动攻击对战之中呢，伤害可以提高十趴。主动攻击对战之前呢，在三格内发现一株紫双云芝的时候，然后哦，持续一回合。OK，然后被动提升伤害的上限呢，可以再额外提、啊、多一个零之补充了。哦。 那、啊、这个看起来就是常驻喽。好，再來是玲珑巧袭哦，这是技能哦。这个就很像那个普通攻，呃，单机版的普通攻击，蛮像的。好，那单体招式哈，然后一点四倍的伤害。那气血高于七十趴的时候呢，对战之前对其造成一次误攻伤害的三十趴。好，它是两格哦，这边有补充哦，是两格射程的哦，还蛮不错的，是两格。OK，再來是灵动一级。 也是单体招式哈，那造成一点五倍的伤害，对战之后呢，可以治疗自身和气血百分比最低的一名友方气血哦哦，是施术者物的物攻零点七倍，就有点像那个李逍李逍遥的御剑术了。好，那三个范围链如果存在银云枝的话哈，可以获得再移动三格，哇哦，欸、还蛮强的、欸，那我会抽，呵呵我会抽天护灵华，哦，天护灵华在单机版当中是补血的招式哈。 然后单机版当中好像可以减那个这个消除 buff 吗？我有点忘记了。不过我那时候最常用领取单机版当中用领取就是帮忙补血，因为他那个补血招式非常好。但是一般来说不会让领取呃在单机版当中会尽量让领取去做补血的动作啦，因为在单机版当中呢都是用指风啊剑平在做补血的，因为会可以练等级的、啊。好，这是题外话哈。 好，那这个招式呢，是主动使用的时候呢，使目标的两个，啊，使目标两个有害状态变成随机的，呃，随机有益状态。OK，那恢复气血啊，那恢复、哦、量是失速者一点五倍，并且哦，让所有主动绝学冷却时间减一哈。哇好好好，哇，好赞哦！这这是大，这有这叫七力技吗？看起来不用哈，强力的治疗绝学哈、哦，然后战前反转有害。 哦，那这样打那个暗暗穿应该蛮好的哈。我刚刚刚刚大家没看到，在这里主动使用哈，然后目标使友方的两个有害状态变成随机有益状态哈，还蛮不错的。然后前面 OK，然后再是这个先引明光，那主动使用的时候恢复单个角色的气息哈。 恢复量为失速者呃失速者误工的一倍。OK，然后驱散两个有害状态，单体招式哦，单体的补血招式，诶，它是人打人补的意思咯，看起来是这样诶。然后这个是无 CD 的哈，哇，那蛮好的，蛮不错的，无 CD 的哈。我们看一下前面的那个最后伤核都在行动的部分，然后有九困的伤害减三十八，那感觉。 就是给灵渠带做士兵是比较好啊。目前看下来是这样，我觉得带做士兵蛮好的。如果如果你没有要攻击的话啦，然后主动攻击，呃，提到伤害十八这被动技能，然后就是多呃多这个额外提供一个灵芝啊，云芝灵芝云芝，好随便紫双云芝，紫双灵芝，紫双云芝。 诶，到底是灵芝还是云芝？我记得是紫双云芝。天啊，我又被搞混了。好，然后再是玲珑巧袭，就是一点四倍。然后这个是呃多增加一次物光伤害嘛，两个射程。然后这一招就是灵动一级就有点像御剑术了，可以帮忙补血这样子，还蛮不错的。然后又可以补血，它有一个全体的招式补血哈、哦。 全体的招式补血，然后可以把有害状态变有有害状态变有益状态，然后单体单体的这个补血招式哈，然后总结哈，总结就不用看了，反正就是九克免伤三十八是免伤吧？又忘了哦，伤害减三十八，OK。然后如果你家做石兵的话，很适合用来这样补血的，我觉得啦，一个去扛伤害，然后这边的组合部分呢是灵动巧袭，灵动一级。 跟四零灵动一级天护灵华星影明光哦，就是追求就是治疗部分。如果你是带这种技能的话哈，感觉带做士兵比较好。那如果是前面的部分的话，哎、欸，他是御风嘛，对不对？哦，那带赤恋鬼差不多。裸鬼哦，裸鬼也是可以的。哎、欸，但是我如果啊，如果是我打像打暗创的话，带我会带治疗的，然后带做士兵，做士兵对。 也蛮、欸、不错的，如鬼其实也可以的啊。如果你就是想省麻烦的话，就是带如鬼。可是你要高高弹，也、欸、不是高弹啊，只、就是让它的存活率比较高的话，就带做视频。我觉得蛮适合的，因为搭配它的天赋的部分。好，那今天的总结就到这边、啊，我觉得领取的部分蛮有诚意的，还蛮不错的。毕竟这个也算也算是单机版当中的角色哈。 那我还蛮期待有没有剑魂熊跟剑魂词的哈。哈。好啦，那今天的技能介绍到这边啦、啊。希望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我的 IGFB、Twitch、哔哩哔哩，还有 d i 哦感谢各位今天有收看，大家晚安，拜拜。